是蒂姆多多。现在的社会压力非常的大，大家都积累了非常多的压力，解压是现在人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最解压的方式，拿脸蹭猫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解压方式有个问题，并不是所有猫都像它这么乖，心甘情愿给你蹭，多数还是像这样啊，委婉拒绝的，来蹭蹭。还有一些一点都不委婉，还没解压就让你血压拉满。所以呢，我打算随便做做，做一个能让所有猫开开心心给你蹭脸的神器。起来呢，其实非常的简单。就比方说，上了一天班的老婆，下班回家非常疲惫，急需抱一只猫来放松一下。哪只小猫咪？让我来抱一抱，小调调。但是多数情况下，猫咪会以上厕所为由，搪塞主人的要求。而我们这个可升降半自动猫咪刷脸解压。你也可以把这里当成猫咪的食堂，在里面撒上猫粮，猫咪在吃东西的时候是最没闲工夫理你的，这时候呢，你把头伸进去，不仅能超近距离的看猫吃饭，更能体验被四个猫腚围着的奇妙感受，纵享四倍解压给你带来的快乐。